领导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俺家那丫头死的太惨了。是是是，大娘啊，您呢千万万万别着急啊！哎，您慢点，您慢点啊！哎，慢点啊！哎，大娘，您刚才说那些情况啊，我都知道了啊。您别着急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您先回去，我等了解一个情况，咱们再说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呀，哎呀，您先回去，我们家那丫头啊，哎呀，理解理解，哎呀，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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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娘啊，您放心啊，大娘有我您就放心了啊，您千万别着急。我跟你说呀，我知道了，大娘啊，等我了解完情况，您慢走啊。大顺哥，喂，我是李大民，邱建设是不是在家里啊？怎么了？是这么回事儿。扫金老太太说呀，邱建设欺负了他的外孙女红霞。建设一直在外地打工，这个是你是知道的。可是扫金老太说，有人亲眼看见了邱建设拉扯他的外孙女。胡说八道，谁说的？让他找我来说。建设就没在马家村，怎么可能欺负他外甥呢？刚才是什么声音？刚才怎么了？刚才什么声音也没有啊。哎，反正啊，情况是这样啊，我是觉得呢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啊，你最好还是表示一下，千万不能把事情闹大了。我心里有数。那老太太到这儿来，还有谁知道啊？所里就我一个人知道。那就到你这儿为止了。哎。按程序，我必须得向所长汇报。先不用报了，晚上我到你那儿吃饭，到时候再说。怎么成这样了？哎，还不是红霞的事儿。红霞妈呀，受不了，跳水自杀了。这还是？可怜老太太一个人，接下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谁干的呀？嘘，可不敢说呀。老三，您放过我吧！哎，别，张总，您放过我吧！啊，是是是。卓越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我看他状态还行。多照顾照顾他。哎，经理，您放心。谢谢了啊。哎，好。就算您不打招呼，我也不会让他吃亏的。
我觉得周越这小伙子还真是挺不错的。说起来呀，我这个小徒孙子也是受了我的牵连。我当年也牵连了你呀，哎，没想到六年以后，我又牵连了那么多人。当年凭借你的能力，在基层熬上两年，完全可以调到局里。哎，要不是我非拉着你进919专案组的话，哎哎，孙局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。路是我自己走的，我不怨任何人。我听说呀，红霞那个案子破了。哎，这些年呀，委屈你了。但我一直相信你有正确的选择，没事儿，我都能理解。行了，我先走了，周越就拜托你了，啊？哎，好，哎呀，别急。严局长，梅警官，还有各位警官，我知道我要送给你们啥，你们都不会要，真是，我这呀，是我亲手做的鸡肉松，请你们收下。谢谢您啊，但是我们有规定，不能收人民群众的礼物。哎呦，我知道你们的规定纪律。这是红霞生前最爱吃的，请你们一定收下。大娘，大娘，这个是您亲手做的，哦，也是红霞生前最爱吃的，我们收，谢谢。谢谢了啊，谢谢大娘。哎呦，那个卓越警官是哪位？我听说邱建设那畜生啊，是他杀的。哎呦，替吴红霞报了大仇了。他在吗？他有事出去了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我也给他带了一罐，麻烦您帮我交给他好吗？好，我们替您转交给他。梅雪，收下了。谢谢大娘。还要我替我跟他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不打球啊！No, no, no.
我没看懂，你是不是想说，现在各项证据都指向公安内部人员有重大嫌疑，而你们现在却要暂缓移交检察院，对吧？刘书记，我想表达的是，卓越同志到底有没有重大嫌疑，目前还不着急下定论。不着急？不着急。那些自媒体从警察封锁现场的时候起，是不是就盯着这个案子了？普奇，你看看网上那些文章，你再看看文章下面那些评论，有说警察杀人是惩恶扬善，有说警察杀人是滥用私刑，总而言之，警察杀人了。这个时候你跟我说，我们公安部门不急于下定论，我想问你，你们不急，死者家属急不急？公众急不急？市委急不急？袁书记，您的意思我完全明白。卓越同志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刑警，如果他要行凶，怎么能在现场留下这么完整的证据链呢？作案工具在手上，凶案现场完整，作案动机一查就有，证据链越完整，疑点反而更大。我知道这个案件现在整个社会都非常关注，所以我们更应该对案件的真相负责。严格同志，你不要对案件存有主观判断好吗？是，袁书记，我们一定尽快查清案情疑点，第一时间递交检察院。怎么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把人对方鼻梁已经打折了，这按条例，你得被关禁闭了。正好清静。呵，回头啊，我替你好好说说啊，情有可原。该怎么罚就怎么罚，我现在是犯人。哼。怎么，你就这么认了？哦，还真打算破罐破摔了？害我的人太高明了，没有一点破绽。我就是想抓到邱哲辉，可为什么有人就这么不想让我抓到他？因为他是919案件的关键。哎呀，又来了！你怎么又扯到919案上了？不是我扯的，事实就是这样。我回去查了卷宗，当年是您跟孙旭报告说案卷跟证人笔录都丢了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是我报告的，事实如此。确定是这样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被谁给偷了？你们好好查了吗？查了，他不是查不出来吗？哎呀，卓越啊！我劝你呢，还是省省心吧，啊！你现在已经是自身难保了，就别再瞎掺和别的事儿了，啊！我就是想知道真相，想知道真相可以，但是前提，你得活着。你再给我讲一遍，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之前不是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要让你再仔细的讲一遍。他想要洗劫。好，当时我刚到下降场。本来是等待支援的，结果我就突然听到了两声枪响。停！你刚刚说你听到了两声枪响。啊。你确定？确定啊。三次。因为你的检测报告里显示，你的枪激发了三次。啊？你从这件事情上来看。你发现了什么？
我听到了两声枪响，检测报告上显示我的枪激发了三次，我能想到什么？想到什么？我什么我也想不到啊！我。对啊，也不是你开的枪。那你接着说。进去走了没多远，我就发现了柯松山和邱建设的尸体，之后我就摔倒了。天佑，你摔倒了？你摔倒的时候看到什么了？我摔倒的时候看到了星星。星？你再仔细想一想。就是有人抓着我的头，我撞在了柱子上，然后我就摔倒了，再然后我的意识就模糊了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你摔倒之后，和你意识模糊之前，这两者中间，这个瞬间，就这个瞬间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求你了，嗯，别当我律师了，行吗？当时我的枪摔出去了。这是当时柯松山倒下的位置，这是邱建设，这是卓越的位置。卓越那把枪一共开了三枪，前两枪分别击中了柯松山和邱建设，第三枪的子弹到现在还在找。你能确定这支枪是卓越的？是。我在现场卓越摔倒的位置看到地上有金属的擦痕，但是收缴的卓越这把枪上面没有任何的擦痕，看来这把枪八成是让人掉了管。如果卓越是被冤枉的，那么除了凶手杀人开的那两枪以外，没有找到的那颗弹头就是至关重要的证据。很有可能凶手是握着卓越的手开的那一枪，目的就是为了栽赃他，让他手上有硝烟的反应。如果卓越真的是凶手的话，那么三颗子弹都是射向被害人的，那没有找到的弹头也应该是在这个方向。如果凶手真的另有其人，那边是个什么地方？一片树林。树林。
你是？你好，我是市刑警队的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问一下，你们野人山是不是有一个观测点？对啊，那边是有一个观测点。那儿有监控吗？有，我们自己安的摄像头，有观测人员监控，定期会送过来监控视频。多久送一次？我们一般是一周送一次。那这周的监控数据送来了吗？还没有，都是固定周一送，今天是周日，明天才能送到。好，哎，您能跟我说一下监测点的具体位置吗？行，您等一下，我给您查一下。蔡总，怎么约这儿啊？怎么了？这不好吗？撒总，你确定你没有逗我？你诚心要卖这套房子？我逗你干什么呀？这比市价低的也太多了吧？这低的有点不太正常。我能问两个问题吗？你问那么多干嘛呀？我的房子是不是真的？是啊。你的钱是不是真的？是啊。钱。盛哥，哦，这是前两天聚红旗来一号院的视频。哦，先锁起来吧。哦。另外，据可靠消息，老沙今天转卖了他所有的股份。哦。而且是低价。他要想卖股份，完全可以卖给您。为什么要低价便宜别人呢？我觉得老沙撑不住了，他想偷偷跑。盛哥，你看这事儿现在该怎么办？哎呀，他想走就走呗，那你就帮我送送他。这里边有50万，解决杀金，不留痕迹，事成之后还有50万。是生哥的意思吗？当然是生哥的意思了。我打个电话跟你确认一下。喂，生哥，罗海兄弟在我这儿呢，您跟他说两句。哎，哎，生哥。我明白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你别激动啊，哥们儿，我是刑侦队的。你说是就是啊，
有没有证件啊？这是我的证件。啊，刚才我看这儿没人呢，我就先进来了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是这儿负责的？对。正好有事儿找你配合一下。您说。我们正在抓捕一名逃犯，你们这观测点是不是在山里安了很多监控啊？对对对，安了很多监控，但我们最主要是监测野生动物的。不是，你有啥事儿？需要我帮忙吗？那个鹰嘴石那儿有监控吗？鹰嘴石，安了。麻烦你帮我调出来看一眼。哎，好嘞。嗯。你这照片拍得不错啊。嗨，都瞎拍的。这不是为了工作吗？啊。哎，这几天的监控视频你看了吗？还没呢。前两天去了西山营地，这不是赶上下雨了吗？就一直在那边待着。哦，这不刚回来。哎，你要看哪天呢？昨天晚上的视频有吗？昨天晚上的。哎，这些都是昨天的。要不你自己看吧，我去弄点吃的，晚上咱俩吃点。行啊，行，你自己看。行了，对不住了。美雪，帮我弄一杯咖啡，太困了，谢谢。好，没事儿。
队。哎，卓越，好点了吗？我这肚子疼得厉害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哎，没事儿，过一会儿就好了啊。我去买点吃的啊。哎，你忙着。哎，哎。爸爸，明天的比赛你不要忘记来啊！放心吧，爸爸想着呢啊。那鸽子阿姨还有漂亮姐姐，他们也会来吗？他们都忙自己的事儿呢，不见得能来。但我会告诉他们的，啊。可是，我有点害怕。害怕？爸爸，你说我害怕，是不是特别没用？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，你想想你喜欢那个《绿野仙踪》里边那胆小的狮子，怎么问那个魔术师奥芝的，魔术师就回答他：“我相信你有很大的胆量，但关键在于你自己要相信自己。没有一个生物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是不会害怕的。真正的胆量是什么？真正的胆量是，当你害怕的时候，仍然面对着危险。对，你啊，就努力的认真比赛。”其他都别多想啊。嗯，爸爸晚安。睡吧。哎，盛哥，沙金今晚约了船离开，祝他一帆风顺。小舅啊，你不是最喜欢沙金吗？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西边等着他，今儿晚上他就到。小舅啊，你不是最喜欢沙金吗？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西边等着他，今儿晚上他就到。这头骨给我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十天左右吧。十天，用最快的速度帮我做一个。你这技术可以啊，肉眼完全看不出来啊。说说你吧，我也明白啊，
我不应该多问，但是我猜你这事儿可能挺危险的。真想好了，别当孤胆英雄。哪儿来的孤胆英雄？我身后不是还有你们的吗？我倒真希望我走的这一步，最后证明我所有的猜测都是错误。喂，帮我定位一下沙金的手机，孟尝尝今晚要杀他。让我追，追着电影中